女人色不色就看这三个地方，一特别容易追，真的，现在一些女人真的是特别容易追，说一追就到手一点也不为过，要来联系方式聊聊天，吃顿饭表个白，两个人就这么确定关系了，很惊讶有没有？但是事实就是如此，可以说这样的女人很随便，也可以说这样的女人很色，但是不论怎样，和这样的女人恋爱还是要很小心的，因为她能这么随便和你交往，也能随便一脚踢开你。二，男性朋友很多，一个女人如果男性朋友很多，那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。都知道男女之间很难有纯洁的友谊，一个女人交那么多的男性朋友，无疑是在广撒网多钓鱼，甚至打算一锅端，就问你怕不怕。三，经常失恋，经常失恋意味着什么？当然是意味着经常恋爱咯。不要以为恋爱不重要，恋爱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一些女人却丝毫不把恋爱当回事，整天恋爱分手，分手恋爱，刚刚和这个分了，马上又和那个谈了，这样的女人一般男人还真驾驭不了。